所以要先拍手吗？哎，大明星哎，欢迎大明星来了，真的是大明星，欢迎哎，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哎，就是为什么现在才来？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才找我来？就是总要找个理由。那我平常可以随便 cue 你们来这边打酱油啊，或是来这边上厕所喝水这样子。我考虑一下。我就觉得你就是这样，就是很难相处。他依然还是一个很难相处的李国毅，然后他依然还是一个不太说话的谢坤达。嗯，所以你找我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也还好，就是你们这两个凑在一起，我就觉得有点浪费通告，就不能一人来一次吗？就感觉啥？但是今天既然人都来了，我觉得新戏在宣传嘛。是。那等一下再说。你知道他快要过生日了。哦，我知道。那我们可以先帮他庆生吗？当然。你不介意吧？怎么可能介意？啊，真的哎。然后有美女来送蛋糕哎、啊，感觉真的很好。那、啊、我们现在要站起来迎接，他是我们的总监哎、啊。哇，美女总监来了、啊，生日快乐！天哪，18岁生日快乐！哎，说生日的祝福，那个麦克风借你。干嘛这样说两句嘛？对啊。收视长虹啊、哦！他们是点击的，点击流量很好啊。对，在台视会播，台视是我们的好朋友啦，所以 OK。好，对，没关系，你今天就，你不用说话，你都不用说话，我来说就好了。好，那个生日快乐哦，然后你要先许愿吗？从今天开始都可以一直过生日哎、欸。哦，所以我要许两个讲出来一个。对对对对对，比方说什么柯佳嬿越来越漂亮啊，或者什么。这不用许，这个。啊、哦，这不用许吗？这是事实就对了。哦，好，已经都结了，有话好好说。好，那首先呢，先希望1006的房客是这部戏可以收视长虹。哦，好。然后，因为我们算是打头阵的第一部戏，哦、对对对，其实我们压力还蛮大的。对，希望他的收视可以非常非常的不错，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好作品。嗯、那再来就是希望。就是身边的朋友、家人们都可以身体健健康康的。对对对。对，第三个可以不用说。第三个就是我希望我今年啊，就是可以做一件重要的事，让自己的爱人可以幸福。好，好，吹蜡烛，祝坤达美梦成真，生日快乐！耶！好好好，坐，好。真的，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一直的吃蛋糕。我们终于要来那个，说不定要找你们来啊，也是要找一个好像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不用，其实以我们两个的交情，我当然知道，就是但就是这里就毕竟是公家的地方，就我们有私事要聊，就外面餐厅讲。对啊，你前两天不是传讯息给我说什么大事要聊？我觉得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做这件事情吗？你们也可以约来这边聊，然后不要有摄影机这样子、啊。不行啊，来这里就是有摄影机在开直播，而且从你们我们刚刚在拍照的时候，就是大家一直在讲，那、我们的大事就是不好说。不好说，不能说、哦，就是也是像生日的第三个愿望那种感觉，就是要美梦成真的那一种一些事情，没问题，一定要这样讲吗？这样可以吗？你满意吗？是，但我还是耿耿于怀，我觉得，你说，既然哥这节目已经很久了，对，那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才来，我也觉得有点，哎、欸、哎、欸，我也是第一次、啊，你也是第一次嘛，对不对？哎、欸，我觉得你们两个这句话讲、的真的是很奸诈。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我都有去联络各自的公司哦，而且我说真的，我们那时候第100集的时候啊。你们两个都是100集里面的那个人选、欸，后面的人都在比叉叉哎、欸，没有没有这样，非打枪。我本人哈说话最实在，哎、欸、有没有你自己说哎，制、欸、作人你现在躲在旁边是不用负责任的，哦对，一百集那时候你刚好有喜事，本来是想要说你要不要来，后来想说、哦、哎风头上人家怎么会来，就是也是私下约就好。那100集那时候你就进组了，我有去打听，我有空啊，我都有空啊。我觉得人哦就奸诈啊，好朋友也没有什么好在那边乱吐槽。哎、啊，那你要介绍一下你，就是这次演哎，成东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你终于当上律师了、欸。对对、欸，你没讲我不记得嘞。对呀、啊，你还说你没有演过律师，还、啊、说你也是成东大学毕业的吗？我不是。啊，你知道那个学校在哪里吗？在成东啊，成的东边。他应该不知道。对对对。哦、欸，对，你他学长哎、欸，我忘记了。对啊，那你们除了成东大学可以当学长跟学弟之外，也没有其他学校啦。好像是哦，是，那好像是那时候学校成绩好吗？肯定要好才考上。哪有都在泡妞而已啊！我看戏里面都这样演，会玩又会念书啊，真的真的。像坤达那样，还玩 band 呢、欸，哦玩 band， 真的真的。然后他在里面还什么有那个夜店舞会啊，还在那边跳舞。你讲的这些坤达又没关系，就是观众都有自己一怕他们喜欢的事情啊。但坤达，你那时候就没有来念那个自由年代那个成东大学？我有朋友去念啊。
硬要扯。对对对，好，我有朋友也念那里、啊。我懂我懂，而且我跟你们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就是这两个人啊，从刚刚后来有人去，其中一个去换衣服，然后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就怎么换都变成情侣装、兄弟装这样子。你们现在两个色系又一样，然后刚刚他进来说，如果不要换衣服，就是里面粉红色是一样的。你们两个在某些状态当中拍了这部戏以后，有一点小默契这样子。怎么了，坤达有什么秘密可以说一点？看到现在为止，我们两个都不太敢面对面的看对方这样子。哦、对，因为里面你们在戏里面是仇人嘛，是这样说吗？就是你知道，仇人有时候仇到一个最极致的时候、嗯，往往就会产生出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比方说，所以我们现在都不敢直视对方。我懂，我懂。所以你们现在就是有一种肩靠着肩，然后用肩膀在传递心中的怒火。就是感觉这边有磁铁，你知道，就是会。没有，我们两个的脚现在在互相磨来磨去。有有有，我有看到，有看到。其实，哎，桌子一开，啪！对啊，他们在那边脚那个桌子下面给我那边自己乱玩。哎，这桌子很碍事，就是消对粉，真的啊，对，可以吗？可以把它移开吗？对粉丝来说啊，这是一个阻碍。我的蛋糕呢？哎，我的蛋糕。啊，不然就放这样好了，我们就很自由啊，这是一个自由的年代，这是一个 freestyle 的安安大明星。好啦，哎，这部戏让你们两个都做了一些初体验，然后李国毅演了律师，当然最辛苦的应该就是很多的台词，对，真的，但也帮助了他在生日会当中唱歌，就是背歌词就比较容易一点。对，我这真的是印象当中是第一次台词最多的一次了。然后哇，当初现在回想，我今天有去配音、啊，然后看了一下当中的片段，是。都不晓得我们当初是怎么背讲过来的，对不对？对，哦，所以你们两个在那个法庭上对质的时候，是有一点点，就是两个都背很多，就是要一人一句，一人一句，然后还要带动作、带走位，然后，嗯、哇，就是、六页一整场这样拍演下来，都你们两个在讲话，对，差不多，差不多，啊，又不能吵架，因为在法庭上就是还是要有一些那种，是不是这种感觉？要走位，然后还要。心平气和的讲，然后还要趾高气扬的讲，然后还要愤怒的讲，就是在这一卡一镜里面，一镜里面到底偶尔对法官讲，偶尔对他讲，偶尔对观众讲，陪审团就是陪听的人讲，对，很厉害耶，算是一个新的挑战。嗯、新的你看你刚刚光讲的一个卡里面有三四种情绪耶，那不是影帝都做不出来，就是这个这样的概念。对，我们 很用功，很用功，没有啦，所以你才一直约不到我啊。对啊，我都在家里背剧本了。说出来吧，就是你知道他就这样子，然后刚刚说什么我没有约他，然后现在又承认就是约不到。我是说私底下。哦好，没有，因为像那时候很难相处。好，我说那个背台词的那个状态、哦，那个话题。好，我们就是前几天就可能遇到的时候就会。稍微聊一下说哎、欸、过几天那个譬如说什么一只山要拍了、啊、他说对然后两个就开始在那边对台词了哦就是私底下对就是印象中因为可能已经会先看了、哦、对然后两个就你一句我一句说哎、欸、你应该是说这个啊我应该说这个就开始在那边、嗯、前几天就开始复习真的很用心哎、欸、不愧就是那种影帝级的人来拍戏就感觉上来说平常就会把台词拿出来当闲话家常那种，闲话真的是闲话，真的。那对来对去那些词都还记得吗？如果现在突然叫你来一段，有算剧透吗？哦，怎么可能？哎，我们现在开放那个线，我也有点忘了。你也真的忘了、哦？线上如果有人留言想要问什么问题呀、啊，我们今天就是特别为大家服务一下，就难得就是好朋友来这边，然后一起那个跟大家见面。然后刚刚那个就是那个 teaser 里面大家都介绍了这次就是主要的卡司，然后今天就是你那个老夫老妻没有来，对。对，来，你可以帮他说说话，对啊。有有，我们早上才你说老谢，老谢，哎，老谢你本人啊，对，小谢，谢谢你小谢，对，谢对，心颖是老谢，嗯，你是小谢，那个那个、啊、谢佩恩，佩恩呢？佩恩是不好说了吧？小小谢，小小谢，没事啦，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整个 tempo 上的状态就是冷，就你们两个讲话就是大家又爱听，然后又冷。就这是一种非常棒的状态，不错、啊，因为我们在帮你填空啊。我你不要这样说，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也有一些，就是要去思维细节的那个一些小小的那个。我会再注意。对对对。可是你讲完老谢小谢，你也没有要帮他介绍什么，我把篇幅留给你、哦，然后你都不要理他。我忘了这件事了。真的，我们就太闲聊了啦。所以你要这个时候，如果你给他一个脸，你要给他笑脸，还是要给他一个赞？给谁心颖吗？对啊，还是要给他一个爱心。当然是这个啊。真的哦，哦你这么爱他、哦。嗯。所以现在是在跟他比爱心的意思。
希望他有在看这个直播。是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看、啊。他一定没在看。他怎么可能在看呐、啊？对啊，他都说他不好意思来直播，他不知道说什么、啊。他是这样说啦。哦。我们早上才一起也在跑宣传了、啊。哦。对，早上才见面的。是。对对对对对，他很好、嗯，过得很好。我不知道怎么介绍新颖哎。啊，不是你的老朋友吗？是啊，但他就蛮不错的啊。是。嗯，然后呢？每天就把自己过得很充实啊。嗯，对。坤达，你为什么要一直笑？我call out，我现在call out他了。不用啦，是不用做到这样。就是call out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放出来，就又也不是那个听得太过清晰。不过、okay. 这部戏你们两个算是首度合作的吗？第一次，第一次，对吗？真的是第一次。是啊，然后第一次演就是。我看到那些角色介绍，就是都是做那种比较正义形象的角色，这跟之前你在演的内容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吗？也不会耶，你一直看起来就是很正义正派人士，你也都是一直是充满正能量的男主角。应该是我这个角色在这部戏里面算是最、嗯、最坏人吗？正义的一个人。哦，你是好人哦。对、哦，就是。可是那你为什么要陷害他？是你陷害他的吗？我没有陷害他、啊。我们没有陷害彼此。检察官跟律师本来在某种程度上面就是一种对抗，对对有点对抗的一个两个不同的立场。嗯，对。对，所以是一个这样的概念。然后、嗯，那有把学校的情绪带进去那个职场上吗？你们不是学长跟学弟吗？戏里面的我看到那个介绍上是这样。对对对对对，有对吗？因为我们在戏中我们算是旧识，从大学时期学长学弟对。对就认识了，那因为大家的坚持的理念不同，我们选择走上不一样的。欸、可以再讲吗？可以啊，可以啊，哦、现在这还合法吧？还合法？我不知道哎、欸，就还合法，所以我们选择走上不一样的，一个选择变成律师，一个变成检察官。哦、对，哦，好好，对，那三个问题在问谁？就随便问吗？哦，好，线上有人问说会有见面会，不好意思哦，那个别台戏有没有见面会，关我什么事？就是我们不好在这里。会有见面会，欸、你这样你对，不管不管。好，就这样讲完了。好，那最难演的啊，这可以问，最难演的地方是什么？最难演的地方啊，没有，我觉得是，这个角色有两个不同的时期。嗯，第一个时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较正义一点的形象。第二个就是，其实我是这部戏的搞笑担当了。搞笑担当，有很多我尽可能的让一些情绪到最极致、最开心，然后最难过，然后最兴奋。你是让最惊吓？你是让剧组的人开心，还是让看戏的人开心？你要讲清楚。其实是有跟导演跟对手演员一起讨论过了，因为看完剧本之后，觉得当下这样子的表演可能可以，让这部戏再丰富一点。是所以后来就玩得有点走火入魔了，真的就有点太疯狂了，不会，收不回来了，不可能，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所以你现场有开心到吗？有，他娱乐了大家。有，那可以简单剧透一下娱乐的细节吗？没有啦，他主要娱乐的部分真的还是那个观众，观众。还有那个新颖，对，因为他比较长，对，比较长长对到戏。那我跟他的部分其实都主要是比较见到面，就是好啦好啦，眼红或者是两个都要对立。你们两个在那个法庭上对立之外，在这个戏里面还是有一些那个生活上的对立，还是生活中是朋友。哦，又是为了女人。嗯，好，讲完了，我们终于把1006的房客，那1007的房客可能在做什么呢？107房客，对啊，107的房客，你知道1006代表什么意思吗？我就是让你说啊，所以 我不能说啊，可以说吗？不能说，不能说啊！你以为是隔壁间的1006号房啊？隔壁不是啦，隔壁是1008跟100，没有1004，隔壁都1002。好想说，真的啊、哦，都不能说。1006就是，那为什么那个你会遇到？就那个人怎么会在同一个？什么走来走去，那是鬼哦！好想说、啊，为什么你跟吸引会躺在同一张床？对，为什么？为什么？那太想说了。在那里有脱衣服，就是有穿几件？没穿啊。啊，全身哦。全身哦。啊，那天他是到底有摸到哪裡？对，他摸到哪里？就看我的表情就知道了、啊。我的表情就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啊、就怎么那么嗨？就是你想象的那样子，就是你想的那里。因为我看那个画面，感觉他是有点就是你知道，就是不知道膝盖还是有点。因为我们都是很专业的演员，我们想说，反正他会上马赛克，我们就真来。
今天有话要好好说哎、欸，那个他很那个宣传很紧张，开玩笑，怕我怎么讲话？怎么可能会啊？真的，所以会有那个，就是如果没有马赛克干净版，就是会比较知道。他们都有穿衣服了，好、哦，对，好啦，没关系啦，就反正今天什么都不能说啊，所以今天来这个时候真的是太棒了。可以，那你说啊，你说啊，那你希望大家我刚刚问你都没有说为什么他会在跟主题曲是李国毅唱的吗？对，那维基百科乱打了，哪是我？我看到一些很兴奋说主题曲是我唱的，我心里就冷静一点，问号，那个是维基百科写错的哦，不要说乱打。好好，来，哎，可以吗？这个可以，那是谁唱的？是昆达唱的、哦，是谁唱的？啊，好，潘玉文嘛，哦，对，很好听，很好听，对，那你会唱吗？片尾是毕书尽，对，一直流汗。为什么听到毕书尽流汗？没有啦，没事。你为什么要听到毕书尽流汗？不是啦，我是说一直那个问一些、就是。是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的是吗？没有啦，毕很可爱啊，哪有毕书尽在这边？就是在你们那个不在的时候，毕书尽跟我们这边跟他们好啊。会不会突然间觉得我们两个同时出现的时候有点难在不在？不是说你们没有来啊，你们很久没有来。不会聊天。啊，看 teaser， 看预告啦，看预告啦。对啊，哎、欸，你还没跟我讲哎、欸，就为什么你们会在同一个房间？是他住在里面哦、喔，还是？就是你不是说半夜都会看到一个什么影子？没人供，他是鬼哦、喔，不能讲，他是鬼。而且人家新闻还有写什么，你有演什么那个比较一些特别的那个状态、嗯，什么压床啊，就是在床，就是床戏啊，在床上的、啊。我们今天宣传啊，真的也是人尽义志了。然后他们也都不能讲，我也觉得我们真的也是算是还蛮好的。觉得回去我们要检讨一下我们的宣传策略。不用啦，但台视是我们的好朋友，你会在那个台视频道播出啊，就下礼拜就开始了嘛。对，大家会很期待啦。对，在台视也会播出的。大家只要其实我们现在什么没讲，但大家看了第一集就一切都会明白了。我懂。今天重点就是人来就好，就让大家可以跟你们这个聊聊天，然后。就是我们会进我们那个最友善的那个，就是新闻平台的一些。你说，3月14号了，好，会播出。你现在跟我们讲一副要 ending 的样子，我们才刚开始。不是 ending， 这不是，我真的很难相处。我为什么今天找到两个人相处的朋友来这里？是有点。好，我们等一下回来再抽这个。反正那个今天有三段影片可以给大家看，要不要看第二段？好，稍微解一下那个现场那个空气上面一些比较好凝结的状态。还是二三段一起看完吧。不用啦，你在干嘛？我真的觉得我今天整个就是现场都完全都被这两个人给我乱搞，相当的北蓝，真的很好笑。好，哎，我们来看一下影片，等一下回来再来看一下那个。好 ，OK。柯震宇律师为了求胜，不择手段制造假证据。我就被他们陷害了，让整个司法体系蒙羞。前一阵子呢，是我人生的低潮期，刚搬家。鬼压床，太可怕了吧！而且又在那边偷说。我真的一点都不想知道你是怎么死的。就是一部恐怖片嘛，对，一部恐怖片。他们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们问那个问题自己看啊，什么都不能讲，那可以唱歌吗？我们还可以聊天，我们这里有准备可以讲的事情，大家千万不用紧张。现在聊一下，对，先聊一下，先聊一下。我们主要是来讲戏的。哎，这不是刚刚那个，就是在，所以他，是人。算了，不要讲。是人，是鬼的。好了，不然如果抽到什么就讲什么好了， 这样好不好？这样比较干脆，就是这是那个真心话大冒险的概念哦，真的哦，也还好啦，对，而且上面有你们两个的名字哎，
真的耶，真的做很久耶。有很久吗？从100集的时候就开始做，对不对？对啊，是不是？那今天终于拿出来用了，就感觉真的很开心。你抽一张，我先抽一张哈。好，里面是关于什么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哎，就我你也知道，我们抽出来都可以自己乱问啊。不然你抽的问题问，你抽的问题问你问谢坤达哈。好，好。坤达，庆生？哎、欸，对耶，他今年有办庆生会啦。因为你知道我昨天 po 了一张照片以后，然后那是我们两年前的事了。两年前，对啊，那他们说你今年有要办庆生会吗？两年前那个也是我最后一次办庆生会。什么最后一次？就是近期的某一次，婚前最后一次。不要那么乱，我们今天聊天真的很不好聊。我这，对啊，对对，我怎么会这样讲？好，重来，重来，好，重来，重来。那就是我们昨天 po 了一张，就是我们两个两年前就是你庆生会上的合照。啊！大家就在问说，那个坤达今天有要办庆生，所以他们在帮我找工作啊，就是你庆生我也要找我去主持嘛，大概是那个意思，还是你婚礼才要找我去主持？哎、欸，哦，是个好点子，还不错哎、欸。但找建安哥主持庆生会有一个风险，怎样？你好，你有话好好说。你可能会被迫超时，然后必须要删掉后面的一些曲目。他也是为了福利大家，对对对，没有没有，这是好的，对，这是好的。然后呢？对，建安哥表现很好。我记得我两年前有超时嘛，好像还好。啊有，啊有，对不对？哦，我们一个美丽的误会，然后超时，然后让来参加的粉丝朋友们觉得物超所值。对啊，那就是安口厂的概念啊，为什么不对？对对对，是这样。你今年到底有没有办呢、啊？今年应该，去年也没办，今年应该也没有。今年大概。今年你最想办的是那个？对啊，哦，他想办那个。你有更重要的事情必须要办。那你有大概想要在哪个月份？还没有决定。好，但你有在准备就对了，宣传完再说好了。有在准备，啊、希望赶快。啊，你会带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吗？哦，当然当然。好好当然，没关系啊，到时候你想要找谁主持再说啦，我不会强迫你的，这么重要的事情。好，你不要超时就好。那种事情超时没关系啦，对啊，那个还好，那个就是吃饭嘛，对啊。怎么是你抽？怎么是你抽？啊，对，不好意思。怎么是你抽？怎么这么顺？辛苦拿出来。换我抽对。对对对对。好。哎呦，朋友，朋友哎、欸，朋友，你们两个有变成朋友吗？朋友一生一起抽，嗯。啊，你们以前有认识吗？以前不认识。嗯、啊，为什么不认识？大家都入行那么久了，没合作过，所以你不想，你不喜欢听 Energy 的歌，是那个意思？我会跳。我认真呐、啊，就你们真的不认识哎、欸，真的，就大家会以为，因为演就是可能就是对外界大家来感受上来说，就是演艺圈嘛，大家就是和乐融融啊，好像他们觉得说，哎、欸，全世界男主角都是互相都是朋友。就是那样，粉丝某种心情这样子，就是一直大家都一直在，一直都持续的在拍戏、嗯，所以其实很难遇到。那他有哪个点有打动你，让你觉得是一个可以就是聊天的人？然后他有哪个点让你觉得哦，这两没败哦这样子？坤达，他做了一件让我很贴觉得很贴心的事情，可以讲吗？可以，可以。可以讲吗？这个我这是刚刚什么事？你为什么？又不是对对，我们现在已经离开那个对啊，我们现在除了这个牌子这边是你们的剧名外，就是里面都、oh, OK， 对，都还好了。对对对，就是我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我很喜欢3C 产品、哦、然后其中一个我每天都会用到的3C 产品呢坏掉了，坏、嗯、掉了，就哇那个也台湾也买不到，嗯、结果在杀青后的那哎杀青酒还是。的当天吧，是，然后坤达就来我旁边，然后就拿出来一组全新的给我，哇，因为他知道我的那个东西坏掉了，然后我就顿时被我有跟他说被撩到了，因为其实现在生活很开心，也没有缺什么，就缺一些比较立即需要用到的东西，就是这种坏掉然后没有买到就很生气，然后他就变出来一个，然后直接在我面前说送给你，我就哇。好帅哦！真的哎、哦，是什么很难找到的东西吗？就是一个我很喜欢的3C 产品。好，对对对对对。啊，你怎么会找到？他都找不到，没有门路哦。就是心意啊，的心意。那他有什么让你如同你让他感动的这种事情发生？他
他的话，其实讲真的，一开始因为我们没有拍过，就是、所以真的不认识对方，所以在戏刚开始拍的时候，对于他其实真的有一点就会觉得，就是李国怎么有点距离感。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两个角色的关系，所以就可能那个私下也不太讲太多话，可能一两句这样。然后到后期之后，慢慢慢慢，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比较放松了什么的，所以就变得，其实他是个可以当朋友的。哦，就经过了那个拍戏的生活以后，就发现他没有那么难相处，是那个意思。他其实是个很贴心的人，真的暖心暖男，超级。对，我在旁边偷偷观察，其实不用观察，他那个就是站两分钟就有感觉了。所以说，所以我都已经流汗了，我现在超热，超温暖。所以说，为什么我最后会就是做出这样的？我懂你的明白哎，我这李威亚真的好厉害哦，他就是他最强大的就是这件事情，他是一个那个温度啊，让人就随时都有感受的。而且是默默感受到的那种，而且就是他如果真心对你很有温度、哦、你会热死。你们两个会太夸张了。我认真哎，我难得分享我的心情给那个不知道的人，只告诉他们说你这么厉害。哎，你回答，这是要问你的。就本人看我不小心就是看到他私人脸书最近出现这两个字，你最近怎样？就认识什么辣妹？对啊。一直而且还限定哎，然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没有哎，我订中机了，你已经拿到了，真的、哦？你跟宋仲基订什么东西？我跟宋仲基就是不是啦，你说你订中，就是我买了一个新的玩具，哦、玩具对，然后他发了一篇文，然后就很 gay 搞，开玩笑写辣妹限定，然后好像被他姑姑呛下，就是姑姑吗？就是我是开玩笑说现成辣妹，现成辣妹，啊、然后就我的就很多资深的辣妹来留言。资深，那我们刚刚总监送蛋糕，那可以坐你的机车、哦？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总监，你可以来坐机车、欸，哎，他现在不要理我，他很认真在那边看我们直播。哎、欸，总监嗨，辣，就是他有一台辣妹限定的车，他说你可以来坐。他不好意思啊，今天刚好没有在现场啊，但是跟你说一下，你有符合资格，是这样意思吗？对啊，对啊，对啊。哎、欸，你说的其实已经想蛮久的了啦，是啊、然后就。那 Q 他，他现在我等一下会被他，我等一下被他罚钱。我刚才有看到总监已经站起来走过来。我等一下是，我觉得你又把他，而且还没不是他在上班，然后被我乱 Q， 我觉得他应该很想打我。没有，我今天是我朋友啦，就是 Q 你来玩一下而已，就这样。你坐好，你坐，你休息，你休息。哎、欸，你心里头辣妹有什么标准？你都这样写，一定有一些你的标准啊，形象上面的那种定义啊。我记得这个问题从大概。不管男艺人、女艺人，一入行开始就会一直被问理想型啊，喜欢的样子是什么？欸、我又不是问理想型，我现在是问辣妹型。辣妹就是自己喜欢的啊。哦，你的辣妹是指你喜欢的样子？对，现在、哦、到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没有标准。对，没有所谓的就是关键字，或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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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哦、人真的就是善良就好，真的善良就好。善良到底遇到多少坏人啊？善良就好了。你是被坑过几次了？然后干嘛突然间不要难过了？哎、欸，赶快安慰他一下，他心情不好。好啦，不要这样子啦，没关系啦，真的啦。哦，辣妹也没有真的都比较善良。善良就好。哎、欸，那你的辣妹是什么定义？我的啊。可以在节目上讲吗？你就是你老婆没在看就可以啦，没关系。你说我觉得辣妹应该是怎样？就对啊，就是、你已经你以前是天团啊，所以你一定有很多辣妹围绕。他一个人都那么多、欸，你们是一个团、欸。不一定、欸。怎样？他们围别人不是围你、对，我也好好讲。不一定，就是辣妹。我觉得我们这题问得很好。你突然间就是那个语塞。不是因为就是已经老大不小，然后又已经结婚了，我现在在眼中根本没有辣妹这两个字出现过。那你老婆在某些状态中是辣妹吗？某些状态不是、啊，我说你认识她的时候，你有觉得她是辣妹吗？没有，没有。好，天哪，她也是我朋友，为什么要这样子？她可能在看，可能在看着。啊，等一下，她可能会赖我说，竟然跟你都乱问。好，哎、欸，那你抽一个啦。哦，这还蛮玩的，哎，就是这样子，就是。你要是这样，哎、欸，这个刚刚不是抽过了吗？哦，是什么、啊欸？玩具哎、欸，玩具，玩具。昆达有玩具吗？
其实这个问题都是从李国毅的脸书讲到，因为他的用字遣词就是还蛮另类，但是都就是颇能够击中人的遐想的那种，没有遐想，就是很重人心。他就是一个这么强大的那个，对啊，他的玩具都很贵，贵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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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玩具好玩吗？就刚那个啊，玩过了吗？玩过了吗？玩过了，玩过了。你真的要，你真的要耐操？哎呦，哦，然后怎样？有话好说。算了，没梗了。好，哎、欸，不好意思，就是在没梗的状态当中，就是他们两个最迷人的时候。玩具，既然跟你自己平常有什么玩具吗？玩具哦，其实因为我都在，我就是有一个工作叫做上课。所以基本上某些状态当中就是学生是你的玩具，不是学生哪是我玩具，学生我要栽培的。你怎么乱讲？就是我觉得那些笔啊，还有那个一些，其实某种状态当中文字跟语言也是一种玩具啦，就是它可以让大家开心，然后也可以让大家觉得不舒服。对，然后有时候你是想影射什么？什么不舒服？没有啊，我只是说这样子，就是因为在你们两个面前吵起来，对，我们现在是来吵架了，对，是不是？OK 啦 ，OK， 对对对，就玩具就是人在长大以后，就定义就会越来越广泛，就可能经常接触到的，但是它会让你就是心情变好的玩具，这代对我来说就这样了。因为有的话可以让大家看第三段那个。没有啦，那等一下啦，再继续抽。你是觉得我们有十几张牌子抽完都可以做到十二点了？欸、你现在很难得来耶，就大家没有想到。不会一定要一直聊这些，就是里面是不是你刚刚有说有什么地雷题？没有啦，我又不一定要抽到那个，我只是说你也知道，就是帮，就是不然你要我们那个吗？1006的房客很重要啊。对啊，欸、你以后会当包租公吗？你有房子会租给人家吗？如果那个。有啊，对，一定会要的、啊，一定会要的、啊。你就一个人啊，房子可以买很多啊。旅行啊，旅行，这是从他的那个脸，说你为什么一定拍完戏都要去旅行？必须的嘛，必须的。那你有去吗？有啊，那你这次去哪里？他去日本哎、欸，他还 PO 那个草莓蛋糕给人家看。那下次你跟我们一起拍一整档戏，我可以拍一整档，我能演吗？你有事吗？你能演，你为什么不能演？你以为我就算进去演，在卡斯巴布会里面有我，也不会每集都有我啊？你以为演个老师，你可以那又不是每集贿赂那个制作方、啊？我为什么要贿赂？我这人做事光明正大，然后就是帮对啊，帮你加戏啊，不用，没关系，人各有所长，就我也不是靠演戏起家的。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演完一定要真的要上去旅行、欸欸。我已经知道为什么你们上次生日会不会超时了？为什么？你说？因为你们都在瞎聊。我们还有瞎聊，我们聊天真的很有内容哎、欸。我们上次生日会，拜托也是创下今年就是2018最经典的生日会现场。哦，最经典，超经典的。今年也没过几个月。拜托，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很难超越、欸。好，拜托，跟李威是铁一般的组合、欸。对。我们搭起来是完全就是一个无懈可击，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哎、欸！拜托、哦，而且我们都没有对流程哎、欸，就直接就上了。对，哇塞！对啊，比今天做节目就是营造有一种框架感。我懂，但生日会就是没有。对，它看起来很乱，但其实是有序的。对，哦，你应该去看乱中有序的。对对对，我们网络上有 po 一些影片，不然你可以跟粉丝要，他们都有偷拍，我都知道。真的，我就叫他们，你们两个每次做那个活动，我说，哎、欸，大家手机要收起来，嗯，没有人要理我啊，没有人要理。对，但是我们不能拆穿他们，嗯、这就是。谋福利的一种小温暖、嗯、可是在某些状态太多只手机一起在拍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嗯欸、你们都以为我没看到但讲完就算嗯讲一讲就好对对对所以你们其实你们办完一场活动网络上都有300多支影片在那边跑跑去就是这样那你有发现就最近只要办活动都没有人要拍手吗对、啊、大家的手都在用手机、啊、手都好忙、哦、大家都 有一点然后也不太尖叫因为尖叫会产生震动所以不要这样子越来越就是那个你会吵到自己的那个都已经难得来见面了但其实每一个人都这样然后你想要跟他们多一点互动，需要一些声音或是什么，他们也，欸、我们直接去那边办生日会好了啦。对啊，感觉这样来还蛮好的。哎、欸，旅行，旅行出去旅行要多久才能够满足，还是才能够回春？一次是不够的。不是啦，我就说你拍完一档戏嘛，你需要多少时间，稍微把自己调整一下。因为我觉得他每次都这样，他以前是染头发。哦，对，变一个状态，不是变一个状态，我也不知道，那都会染很奇怪的。应该是说做回自己吧，做。所以你喜欢染头发？一切是自己可以控制变成的样子，嗯、因为你在拍戏的时候，你做回李国毅，
吧，夺回一个很像自己可以控制的一个状态。就是染头发是最直接的，因为就是我想我现在想要，而且我可以立即的有感受的东西，因为一直都活在角色里面，或是那时间啊，每天的生活作息也都是配合剧组啊。应该这么说啊，就是譬如说我们平常要拍戏的时候，头发、啊、或者什么一些都不属于我们啊，我懂，属于剧组进去啊，该穿什么衣服啊，什么发型啊，他们都为了角色就是都已经设定好了，你也不得不接受，因为而且还要习惯他，他喜欢他，还要拿来使用他，还要用这个角色的状态去把他演好。所以这次你不喜欢你的发型吗？哎，不会，你这次没有变头发，所以这次造型上你是还算 OK 的。你喜欢穿那种律师的衣服？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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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那件是量身定做吗？因为有点大。哪一件啊？就是这个照片里面，我刚才跟你们宣传在问你的那个律师袍。律师袍，律师袍都是这么，都是这样子，都是这么宽松的、啊，就比较一般这样子。对对对，都是这样、欸。没有啊，你那件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大。我觉得啦，是你太瘦，可能是我太瘦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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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他那件比较大，因为他穿起来就很像时装，他的那个检察官的衣服像时装，时装就是比较 fit 一点啊，比较合身一点。跟他壮啊。他还好啦，超壮哎、欸，还好。不是你看，你都忽然来这一下，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旁边很开心哎、欸，哇塞，真的，大家经纪人都把自己一人就拿出来随便给他这样子弄来弄去。哦，好，对，来、欸、换你抽了啦。我刚抽了，哦，那继续。你干嘛？你在嫌弃这个单元呢、喔？律师怎么样？哎、欸，当时在那个。这有曾经是你的志愿吗？应该没有啦，没有体育系的。不爱说话。哦，不爱说话。对。所以来当演员是人生当中很大的一种挑战。就是。像是那个制作人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说，还是大家觉得太无聊了？这样是吗？哦，真的吗？一直闲聊，人数都没有掉。哦、好好好，我们喜欢闲聊、嗯。他们听一些真实的话，感受很好。嗯嗯、欸。如果让你不要念体育系，你会有想要当律师吗？你有演过律师，还念过成功大学法律系。我会想要当就是空间设计啊，建筑。可能是因为、哦、我父亲以前也有这样子的那个经历、嗯，所以小时候在家里有看了一些，所以自己对那些。我很不会画画，但我会画很多那种线条啊、结构啊类的那种空间感、空间感的那种、那种透视的那种。我哎、欸，我小时候也喜欢画，哎、欸，那个我很喜欢那个、欸、那个科学家叫什么名字？就是很会画那种那个透视图的那个，达文西吗？还是谁？达文西。对啊，他是很会画那种达文西密码啊。算了，好了，扯太远了，扯太远了。对对对，如果没有的话，我会对那个那一方面蛮有兴趣的。哦，是是是，对。啊，你呢？我对啊，你有想当律师吗？就抽出来律师啊，欸、这你抽的。如果，所以你觉得律师跟检察官如果让你演，就是演检察官还是比较酷就对了。律师，对，其实检察官虽然两个角色我都没有之前都没有尝试过、嗯，但是律师跟检察官我还是会选检察官，感觉，因为我觉得律师就真的是给人家律师比较辛苦。因为他一直辩护啊，然后什么的，可能吧。可检察官像柯南一样要去查案子啊，或是柯南，对啊，检察官应该是站在国家的这一方，那律师是站在委托人的那一方的，嗯、他们受雇者不同，就一个比较公家机关的概念，一个就是私人公司，可以这么说。会出书吗？会拍电影？哦好哦、这个问题就好。哎，会出书吗？柯南会有要出书吗？出书？你干嘛帮我问？可能你说哪一方面的书？嗯，都可以啊。食谱啊，或者什么的、嗯。料理书。料理啊，料理高校生的书啊。或是对啊。或是那个飞鱼高校生的书。我在讲什么？写真集啊，写真、哦。不用的啦，他不能再出那个了啦。算了啦。真的啦。都几岁了？我但。哎、欸，你有出过写真集哎？我没有出过写真集，有写真书啦。真书，对，我有出过。有，他还有附 EP 哦、喔，就有唱歌。其实他是要给我们听唱歌啦，那个照片都蛮……那不重要啦，他歌声超好的。啊，那啦，我知道、啊。什么？我说要知道他歌声超好。我觉得我们今天聊天就一直在跳痛，我觉得观众可能会觉得说，请问这一集安安大明星的重点是什么？1006的房客。对啊，1006的房客，我们在聊房客跟快播了房客跟房东的问题，然后他们衍生出来的一些状态，然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就剧中很多的事情都不能说，所以我们也就只能让大家看看那些影片。但我好想聊1006的房客，你可不可以问一些1006房客比较深入跟专业一点的问题？那你提供一个问题给我问啊，就因为你在演《才是爱最深》，我看到资料就那些，我跟你们那个宣传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一些什么？顺便这样说，嗯，江哥那个，当然你网络上查得到的文字，就是我们通通可以给你看的东西。那我就想，哈，这些有什么好问的啊？不都在问完了、嗯？然后就已经刚刚就先扯出一些有的没的，什么是人是鬼，为什么住在一起啊？怎样怎样？就是我就尽力了。嗯，啊，他就说，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啦。那我们好像真的就只能一直洗脑。国艺想当，国艺想当制作哪一方面的制作人？戏的制作人哦，还是唱片的制作人？大家对你真的都有，反正你就回答一下，你会想当唱片制作人吗？不会，那你会想到戏的制作人吗？戏剧 可能是比较有可能的，一定比较有可能的。唱片为什么不可能？唱片他都没有出过一张唱片 啊，他那时出唱片还用别人的名字呢。我不懂啊，我那个我的乐理啊什么，或是感觉好像没有很好，就是我要这样就这样，就可以了，会坚持一个风格，但对，但会可能会歪掉。不会啊，不会啦。那制作人，我很好犹豫哦。当制作人是整个剧组里面最辛苦的一个工作了，真的欸。对，那万一你又不小心制作人兼导演的话，那你真的就会很累。我们先当导演好了。对，你先当导演好了，你很厉害耶。他又不要，一定，哎呦，哦，海外来的耶，这要问一下，你们会去日本宣传你们这部新片吗？啊，你们也会去香港吗？会的，我们在3月就会香港，你要去香港宣传，在香港宣传，对，哦，是哦，对，也要去香港的活动，然后日本，三月几号啊？你现在是你在网络上一定都看得到了。那日本详细播出计划我还不是很清楚，是，但一定是全世界都看得到的。嗯，那到时候你们两个会一起去吗？还是不好说？不好说，不好说。我们在同一个，这能说吗？我们两个一起去可以，这样能说吗？不好说，不好说。但我们刚刚讲不好说的时候，你有发现没有秒差吗？这位那个可爱的宣传朋友，哎，快点啦，那个你们戏都不能说，快点说这个啦，你赶快抽啦，快点，不是赶快，哎，可爱，对啊，你的角色介绍里面有可爱这两个字，哎，对，请问你到底哪里可爱？就是我说，所有的情绪，我尽希望可以在这个角色当中做到极度，不然其实这部戏，它虽然有点悬疑，有点烧脑，然后可能都讲那几个那种，可能观众要逼大家好像就一直想，然后刚那个整个预告片拍的就是大家都框个不撒撒，可能多花一点点时间，但我希望可以尽可能的做到，用表演来做到 balance 一下大家在看这部戏的时候的一些过度的那个对的紧绷，所以我在里面也是蛮多疯狂啊，连装可爱啊，哦，真的，你会装可爱，你会装可爱，都有。在角色内的时候，其实我是放得蛮开的。那，啊，你本人呢？私下有装可爱吗？就比较难一点。他好像比较会耶。我吗？嗯，对啊，不然嘞。我私下也还好吧。真的啦，你偶像男团出来的，你怎么可能不会装可爱？十几年没装过了啊！拜托啦，装一下可爱。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两个配合度很低的？我觉得是啊，我现在就是我们连做出这种越来越生气，真的没有上台念题目的时候，什么我们都没有人要回答，真的很奇怪。国艺和时代什么？哦，好，那个等一下，你又要带人家去净滩哦？你有说？对，我想要，啊，哪一天？还没决定。我希望就是取代，最近哪有空啊？取代一些。就是见面的那个形式，倒不如一起去做一些有意义一点的事情，进摊啊，做公益啊。他总有一天一定对会出来拯救世界的。很可爱耶！哇，怎么那么可爱啊？有可能哦。我可以问你，你那个就是角色的介绍，你有在玩那个？你有看神奇宝贝的卡通吗？应该是没有。神奇。那你知道火箭队吗？火箭队我知道，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对对对，我想你现在写那个时候是想到你是火箭队的概念吗？对对对对对，我在这部戏里面就有一点像这样子。那边有人 Q 你，不好意思，粉丝 Q 你。哎，那刚刚已经过了。想看昆达装可爱，我帮你们附送一遍。对对对，想看昆达装可爱。好的，我们现在马上请那个李国毅导演来邀请昆达为我们做装可爱的三连拍。对，可爱三连拍。可爱三连拍，好。
你们一起好了啦。不，我拜托啦，我拜托你啦。我是导演，我是导演。你要教他，导演都会先教，像走戏啊，都会先教啊。是导演，是好。Okay. 我们来试一下可爱三连拍那个后面那边坐这么多人，他们要等着验收的。好，表现好一点啊，沉稳一点。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导演？我希望你可以极度可爱的那种。极度可爱，就是说极限的那种。极度可爱耶，导演。极限的，不是那种小小的那种。假的。没有，不是这样，要大的哦。大。就是要最大的。导演，你可以示范一下吗？对，可以可以，好可爱哦。可是三连拍那个才8万呢。好好，就这么大的，或是一些这种最最。哎、欸，真的不愧是练家子的，就一下就可以把手跟脚伸那么直，剛剛那個真的很厉害哎、欸！我为什么那么好 Q？ 没有，哎、欸，那是你真实的那个能力哦，他就做不出来。刚刚那个动作他死都做不出来，做会有点恶心了。不会，但是你做不出来、啊，有点恶心。他是个激不了的人，对。所以我们来激他，你做不出来啦。我也觉得我做不出来、啊。那你再做一次，你刚刚那个动作，因为他没有拍到全景。而且我们现在摄影大哥来了，他想要拍那个定 pose。好啊，导演您 cue 一下。好，极致的可爱三连拍，极致哦。第一拍，二三。好，第马上想第二，对啊，脚有点抽，抽不进，完蛋了，完蛋了。怎么了？你不能 Q 了，因为通常这姿势是要跳起来的感觉，哦、但是我刚刚坐着，但是脚又想要。你们都是演技派的吧？连坐着都可以把跳的 pose 摆得这么好。导演，我们要三连拍。好，第二拍，三、二、一。我真的跳了。我有感受到，对，把那个 energy 都拿出来了。energy 都拿出来了。真的。最后一个我想要看脸部静态的。哎、欸，我都已经做两个，你可以陪我一个吗？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把你这样就是用装可爱的方式，我做不到。你们两个装可爱的时候，我帮你们两个自拍起来。我们对着那边一起。好，我们要一起装可爱。哎呦，好哎、欸，好哎、欸，好。啊，嘟嘴。干嘛？我在干嘛？喷我啦！我在干嘛？你还没拍到，第二度。好、啊，第三个，来，好，好了吗？好，然后你们两个自己拍，没有我的拍三张，拍三张啊？对，我们节目都有一些自拍的活动啦，能来的来，你先熟悉一下，下次我谈好没就流泉的、啊，配合一下嘛，都那么熟了。三个自拍哦，会耶哇，怎么帅成这样？欸、有点诚意好不好？三好 ，OK， 好，阿焕他拿，好了，来两个。哎、欸、呦，我们都是走那种什么昆达视角、国际视角啊，那种概念。没有，啊，刚刚是我拍的，所以我们总共有9张，不好意思，就是只有我们两个吗？我可以参加耶。Yeah，干嘛靠我一半？这很小气耶！好，一半一半一半。酷，有他只拍我的头，他人真的很坏。哎、欸，我们这个，你让我看到很多板子。有，就是大明星有在写一个叫做梦想版哎。天哪，我们要留下你们两个的真机耶！这真是今天最值钱的单元了。梦想，好多朋友，大家都哎、欸，为什么没有笔？都有写。制作人，有好多人都有写啊。有。对对，你想一下，就是一个如果要写鼓励大家的话，梦想是什么？这你一定很会，拜托，你暖男。我用完了。没有用完，你今天是初次使用。用就是，立功，立威，呵呵功。鼓励大家的，好像都讲过了，跟用完了。不会啦，你都很多心梗啊，你梗王哎、欸，怎样不开心哦、喔？阿坤达怎么了？我在想，这梦想是自己的，不是啊，不是什么我要得金钟奖，不是这种梦想，就是说梦想是什么，要鼓励大家那种，就是梦想就是怎么了？制作人有什么事？谁在看直播？柯佳也在看直播，哎、欸，是嘿啊，哎、欸。我说我要上，我们哎，柯佳燕，我们下次可以找你来吗？看被念了，被念了。不会啦，对啊，柯佳燕，你要上传一张那个自拍给我们。被念了。没事啦，快点。啊，柯佳燕，你可以在线上帮我们留一张梦想是什么，我们帮你腾过来。
柯建有来留言吗？还是哎呀，哦，刚刚那段就是他说的，啊，应该是不小心按到，我也觉得他不小心按出来的，怎么好意思？哎，欸，真的写不出来哦，拜托你百科全书哎，欸。你博士哎，欸，反应没有那么快，没有，你的反应最厉害。我每次要讲一句话，都是在家里想了三天，才两天我就想错了。哎，欸，柯佳嬿的牌子到底在哪里呀，啊？平常心呐，啊，哎，欸，你题目都很绕口哎，欸，都很难聊哎，欸，这错人。他骂我，为什么？你不是看过？对，我看过，而且都两个字。对啊，我想要改，他都不要改。哎，欸，都抽不到柯佳嬿哎，怎么会这样子？哎，欸，柯佳嬿，我们真的有抽一张柯佳嬿，梦想就是。哦，有柯佳嬿。对啊，好了，你一边说可以一边聊，对啊 ，OK 啦。哎，欸，他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哎，欸，哎，欸，你跟他也很熟哎，欸。我电视剧也合作了。你们这就是这三个人啊，我第一个认识的是他。佳嬿哦。嗯，但是那个时候有你，可是我跟他去做活动比较多，那时候在做比赛开始的时候。对。好啦，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哎，对对对对对。我们其实我们两个会这么熟，原因是我们在比赛开始，在更之前，很小，哦，在更之前有曾经有一部电影要开拍，哦，都去读本，然后最后电影不知道为什么收摊了，收摊倒闭还是怎么样，我忘记了。哦，是哦。我们是那个时候就曾经就已经要一起合作了。就是今天柯佳嬿来同框啊，就这样同框就好了，不好意思。好，佳嬿跟我们一起。只有名牌。对对对对，好了，拿来，我自己拿。啊，就是写，这怎么啦？那边，哦，现在检查那个字牌，是这样子。金眼真的很，真的很，哎，欸，不好意思哦，喔，那个嘉哥这边，制作人这边还有一个那个也要检查一下啊，喔。好，这边还有一个那个，有没有都要看一下？有没有看？哇，李威写字好好看哦，喔。怎样啦？你真的很难相处哎，欸。李国义现在写梦想版，鼓励大家的话，然后谢坤达才写第一个字而已。哎，欸，你这样，你写这种东西会有压力吗，谢坤达先生？因为你的阿拉达很会，他文青，他出口成章，欸，哎，说话便是诗。所以我写完要先带回家给他检查一下。不用不用，你不要再带回那个东西给他签名哦。可以明天再交吗？没有这种事啦，就现在写一写就好了啦。对啊，他下次来再让他写他自己的。他是我心中的那个文青美少女，就被你带回家了。梦想就是李国义。哎，欸，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帮人家，你已经成为一个就是帮自己完成梦想之后要帮人家圆梦的那种大人了。还没有，我梦想还没有实现呢。啊，我没有啦，那是因为你每个阶段都有你的梦想啊，你不要这样说。你知道吗？是因为我，我可以这些年这样小小的，就会在一路上面受到好多人的帮忙跟帮助，我一直都非常感谢。所以我只要看到可能曾经是我正在走在我曾经走过路上的人的时候，我就会很希望，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在当时的我好希望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可以小小的给我一点提点或是帮忙我这样子。就我不知道，可能也是我学体育的人的坏习惯吧。为什么？就体育人就 很爱照顾学弟妹啊。啊，有教练这样。对对对对，我们对这个某种状态当中，某种状态不能把它是很坚持的，对对啊。学弟妹听学长的话，然后学长绝对会好好的照顾你，而且把你真心传授一种对传承啊，对对对对的一种感觉。好厉害哦！跳舞的人也会这样吗？跳舞的人，对啊，也会传承吗？不会，就怕人家来 battle。没事，你写好了，哦，啊，你没有签名啦？你有签名吗？他有签李国义的，有哎，哦，不好意思，啊，可以签一下日期吗？今天是妇幼节，3月8号，是不是？对啊，李国义已经把那个刚刚讲的话写在梦想板上了，差不多是的，你要画画，快点啦！难得，这张是你的画布了。好，你写啊，你写啊。你们那个不是就是遇见你 @1006 吗？是这样的概念。对。哦，对，你是用这个身份今天来的。
留下了一个梦想版。我差点都忘了。我们就是好朋友来闲聊。啊啊、今天哎、欸，请问现在目前人数有往下掉了吗？有一点的是不是？嗯、哦，没有、哦，那、啊、怎么好意思？柯佳嬿还在吗？柯佳嬿现在还在吗？他已经没有了，他去吃晚餐了。对，大家吃饱了吗？吃饱未？吃饱未？好啦，梦想，李国毅说梦想就是。你陪我，就是大家找到一个人，对啊，找到那个你可能不是一个实体的人，可能是某种依靠、嗯、，whatever， 反正自己找到属于自己，最适合的东西。你陪我，我陪你，他就会实现了吧？嗯，不要想太多。你本人，哎、欸，哦、oh, ，你写字这么酷哦、喔欸，好看，真的哎、欸。没有极限、欸。我第一次看你认真写字，哎，真的哦。对啊，就是只看过你签名。之前都不认识。没有啊，你又都每次都签名而已，我没有看过。也是。他也是啊，每次都看到这三个字而已啊，然后看到什么？没有极限，努力去飞。嗯，好，这就是你们今天送给大家的那个梦想的那个鼓励。对。真的，所以你们这部戏就是你陪我看，我陪你看，然后就很多人看。对啊，阿里就是没有极限，努力去看，然后就没有极限，努力去看，去看，还不错。好啦，那个新的作品，然后今天有这个机会，然后让我们用这个理由把你们找来。谢谢谢，我真的要谢谢建安哥了，就是一直以来这样他会很不习惯，突然间连了这么久的肖伟，然后突然间对啊，你不要突然这样，不用啦，那个讯息都没有这样写，不用在这里讲、那个，就是让他感谢一下。好啦，吃饭就好了，好，不要啰嗦。你等一下干嘛？吃饭啊？就下班了。啊，不是等下去吃饭吗？下班了，好。好，那我吃饱了。好了好了，你不要吃了啦。对。对啊。啊，你等下吃饭，阿亮回家吃。啊，快点啦！这时候就可以讲什么每周几的啦、嗯，可以了。哦。对，因为时间到了。超时了吗？有超时吗？我们有没有看板啊？柯佳嬿一直在耶，柯佳嬿，我们有超时吗？我们现在几分钟？看不出来。8:05，我们刚刚开始不是7:05吗？看好，我们是预计是一个小时，嗯，好，就也还好，啊，对啊。老实说，我们真的还不知道播出的详细时间呢，只知道3月14号会播出，对，3月14号，嗯，台视10点会准时的播出1006的房客，嗯。对，然后我们所有的人非常用心，然后也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台湾戏剧，希望大家可以准时收看，多多支持。是，阿坤达，你要说什么？他讲完了，你就讲，就这样走，你也太随便了，不可以啊，自己讲一段啊。啊，好，不要讲。就大家现在赶快。谁？哦，对啊，他说你可以讲一周有两次 啊。我们这部戏礼拜三、礼拜四、嗯、算是一个非常。新的时段，然后晚上10点，然后一天播一个小时，一个礼拜3、4，这样看了2个小时，你就赚到了，好不好？哎、欸，我们今天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为这个环境做一点事，然后你们都是认真的演员，然后有一个新的作品，就无论是在哪个平台出现，是大家都是一直在这个环境当中把你散发出来，然后让人家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值得的、有意义的嘛？对啊，所以今天希望借由那个我们的安大明星，然后就请到两位那个房客来。对，你们今天来也是客人，我们就是这边就是房东的概念。嗯、谢谢建安哥。你到底戏里面是为什么那个人住在那一间呐、啊？我就只有这个问题，然后人家你都不说，对啊，就为什么、啊、为什么会同一间？为什么为什么他晚上会被你看？为什么他会突然出现在床上？对啊、都一直不讲。嗯，他到底是人还是鬼、啊？为什么会就埋这种悬念鬼压床呢？所以第一集就会知道为什么。第一集大家应该就会还是不会知道了。第一集就会知道了。大概几分钟的时候会知道。片尾的时候。第一集、哦、所以你去看过第一集剪的片子，你就看过了。我还没看过，我看过剧本而已。哦，但剧本有时候拍一拍又不一定会到那样剪。会了会了，就是我们一直不讲，其实最主要就还是希望可以让就用看的。观众去探险，就像到了一间1006房客，好像鬼屋一样。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发掘这部戏里面很多的小细节。第一个留言吗？你一定要这样欺负一个有老花眼的人吗？柯佳嬿说：“最后想听建安，什么啦？不用啦，没有这个活动。”
最后想听建安主播唱歌做结 尾好耶、欸、没有啦、那你们好耶、欸、好耶、欸、好耶、欸、是什么活动啊？可是因为我没有出唱片哦、喔、然后 Energy 的歌我都忘光了对啊，然后只是你之前有主持过他的庆生，他应该记得他一些歌吧、你说他本人吗？那你自己唱一首啊，你自己记得吗？你天天在家里听 你唱两首对啊，你今天想怎么你现在又找什么新的，是是、哦、他滑了一下，那看 平均都会有多少人在线上看，不一定啊，因为这是在那个 Facebook 那其实我们在那个三立新闻网的那个版头，那里是最多人的，那里是最多人，对，那里现在应该有八九千人吧、那个地方9800哦，真的啊，对啊，不然呢，哇啊，那个只是那里只是 Facebook 的那个一个网、哦、那个平台、哦、对啊，九千多人，哎、欸、拍一张给他们好不好，那以为那个跟他瞎说，对啊，所以有九千多人在看我们，我还以为我们刚才、我们刚才连下回连那么久才九十几个人在看没有啦，怎么可能，拜托，因为卡斯坚强，哎，就原来九千多人，大概一万人、欸、我们可以重录吗？不用，对啊对啊，我也误会了，我有点太，对对对，在那里刚刚有点没有看到吗？在那里刚刚有点太失礼了，新闻网进来的时候的这个地方、我们刚才太失礼了，好、现在还在吗？哦，还在还在，重新做一局。好、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正式才开始，人数又上升了，九千九了，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你知道每每到这种状态当中就会这个样子，是的，真是好。即访问，那我们就从一个，我们用一个很正式的方式为今天的节目做结尾，那就大家哎，现在有空拍手吗？你有分配一些工作吗？好 Q 吗？现在没有人拍手，我很尴尬啊。那这边有空吗？是没几个人嘞、欸。好，我们重新做今天的那个 ending。好，今天哎、我们那个老板，就是这个部门老板都没有下班在看呢、欸。那个穿背心有点帅的那个，是这里的副总。副总好。啊，什么？辛苦了。不辛苦。那副总，那个我们就拍手，那个为今天做 ending。好，那谢谢今天那个李国义跟。坤达来参加我们的安大明星，然后我们用掌声感谢两位大明星来到现场，谢谢。谢谢。需要这么正式吗？你可以说话了。谢谢，这只是一个那个，谢谢就是 ending 的开场，很少，因为 ending 还有这种掌声的开场，很少的。对，很少，就所以你们两个要做一些话的结尾。好，好，你先说。你可以谢谢柯佳嬿今天全程陪我们收看。没有，他应该中间进来。我也觉得他就没有一开始就留言。所以你来有跟他说你要来这里吗？当然知道。好好，不好意思。没有，就今天真的非常的不好意思。我们两个嬉笑怒骂了一集。对，有点疼，对不起大家。不会啦，不会，就是完全在我就今天这个状态，就是我们本来要的状态。我们下次就是别的事情的时候再有话好好说。好好，我们今天就是开心聊，然后没有要放松，就是今天一定要最放松，才能把你们的作品用最开心的方式带给大家。今天如果太严肃，就整个会聊到就好像在那个硕士论文口试啊，博士要考试那种感觉，太严肃。不好意思打断你说话，没事没事。我常常会被人家说很爱打断人家讲话，不好意思，你可以重新再做一下结尾吗？没关系没关系，不要了，拜托了。我也忘了我要说什么了。对，刚才那个说的有点烂。哎、欸，换不要了，好换你，换你正经的讲，换你正经讲，我们要收尾，我们要去吃饭了，对对 对, 對。谢谢建安哥今天的邀请，然后很久没有回来这里了，然后其实整个都是我的回忆啊，每一个电视台里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我都有去过吗？都有去过，真的，我还真的都有去过哎、欸。哦，厉害！几楼、八楼、九楼，哪里外面？这里最高不是五楼吗？九楼、哦，还有、那個、天台上面拍戏什么什么的都有，那非常开心。然后不管在哪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可以用作品，然后来回报给所有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3月14号1006的房客，记得准时收看哦。你好正式哦，所以就是今天的那个安安大明星，其实就是我把好朋友找来聊天啦。对，就是总要有个理由。也太聊天了吧。啊，他们就要看聊天啊，这种其他的官话就留在你们到其他地方去说嘛。就我们就是走一种开心，让这个地方他们喜欢看到私下的我们可以怎么个疗法这样子，但我们又要安全，也不能够太失礼。好，我你又要说什么啦？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会再注意一点。下次不用的啦，你要穿西装，对对对，打个领带，可以下一段，就是我们做一集穿礼服的。
好，我们穿西装，你穿礼服。不是啦，安安大公主不是也是一种礼服啊，就燕尾服，不用到那样，太多了，你 too much。OK 啊，超时都是因为他，好，有时候就丢一个梗出来，他自己会把它拉长。嗯，人数还是都偏掉。对，人数又加多人。有啊，不好意思，就是加了一点点。对啊，你现在是没有过万不要收的意思吗？好，那么就等一下，不好意思，现在9914，所以那个李国威想要看到10000，要不要浪费人家时间了啦？没有，这样浪费时间，他们就挂在线上，他们也还好。他们心情啊掉啊，不好意思，我们不要再这样刺激我们了，你们都不想看，我们就走了，好，好不好？对对对对，好了，祝你们那个芯片运动运动，哎，运动。哎，男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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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要回答的问题吗？他不是要结束就要回答啊？好了好了，到底要不要结束？难怪会超时啊？没有，就是有 uncle 的概念啊。好啦，今天就是好朋友来聊天啊，他们有新作品，然后希望那个尽快可以在那个任何的地方看他们又有最新的戏剧演出。然后坤达说今年可能没有生日会陪大家，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先帮他庆生了。然后甚至说就在他的平台上帮他留言。好，然后他们即将也会前进到香港啊、日本啊，再跟大家那个好好的见面聊聊天。你看我们这种片头跟片尾，导播很急。因为导播要吃饭，已经收了吗？也没有，到还没收，就是画面都还在。我们会跑字，会跑什么字？说，哎，你们听到音乐有人唱歌，就是那个，猜一下，猜一下，安大，猜不出来。好认真哦，他们现在听我的片尾曲哎。安安大明星，今天谢谢李国毅，谢谢坤达，下次见。